我不知道啊，那么痛是怎样？我不知道那么痛啊。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听水龙石当头好过，对啊，为什么不用水龙石当头啊？要用这个奇怪的龙盾，这个也没吸血，这回复力你们看啊、哦，我说不定到王，我说不定打到最后那个血都还没补满呢。你看回复力3462，真的是棒，棒，真的是棒。我操你的嘞！这是不要那怕啦，无回复力啦。干这打个屁哦，没有回复力啊！我靠，还没打死哦！这不，这没有回复力，真的没办法打啊！你不可能这样子一直碾，一直碾啊！可是都不能被打到欸，都不能被打到欸，被打到一次就死了。我操！哎，转眼间要过了哎，转眼间要过了哎。
啊，莫名其妙就过了、欸。我以为他那个回复力很长，因为被打的话你很难补回来。他没有像他那个队伍技能吸血什么的，所以说就是不能被打到。所以总而言之，看来哈，就是这次的地狱局就是作为龙队啊，很好打。